你什么身份？哦，猴哥，你什么我身这份？把铁好，铁好。我可以看到。第八点，一逼对，位，一逼位，行。猴哥王。猴哥，我跟你对身份。猴猴哥，哥，我跟你对身份。你不都已来，经对完了吗？我观鸟，你哎，说。哦，我有小什么戴。要吗？嗯，哦哦。啊，太哎，医，我两边都有人，我两边都有人，我两边太都有人，医，我靠，哇，太吓啊，人了，这太我已经，你没有大我强反应。，OK，全票打飞太医。我哎，哎，猴哥，你完，刚我刚有没感受听到什见么东西他。吗，猴哥？感受到了红色的。我的天，这大家很啊！吓人。你们这样吗？十八 G，我的妈！我队友呢？我队友呢？我天哪，王爷哪去了？朱大强也没了？哇！哎呀，这，是不是游戏结束了？怎么又是这种情况？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人这回是？那步步跟西音，你俩命这么大，是不是没我什么事儿了？我觉得，但是啊，我觉得还是要挣扎一下。在我这里啊，刚才十八 G 使用了影分身之术，有两个十八 G。旁边那个感觉应该是变形吧？变形变的十八 G，然后是有一个人变形变了十八 G，然后有个人又把十八 G 给刀了，变成十八 G，所以出现了两个十八 G，然后十八 G 死了，对死不对？然后在我这里啊，那步步西恩太医都不这么好人，你们几个自己玩吧。我投，仙姐，我能信你不？我投步。我都笑懵了，步步怎么变成我站在那里？我去死哎呀，八倍，八倍，你今天叫我一全声没不了！哎，我跟你说，猪猪，我都知道步步是狼，他们在上面往后讹死了，我就想找下人面赶紧都把这贼信撕息裂锁衣，了。哎呀，刚才那个我多在人，那个左我就边知巡道。逻呢，那个位置，我的哦，天！我的那眼没角，我找是你的不到保人镖，了，我耗这子，没有人我是啊，你的你保们镖，是一开 fast 没了，然后被狙了，死了。我是你的你雇叫佣我兵，我演讲了一波。你叫我一声啊。主人，我。怎么好像似曾相识呢？啊，不对不对，我觉得我们少了一个职业。猴哥，真心换真心，真我心换冒真险心，家，我是刺客。我冒险家，你是刺客，Yes，那我是加拿大。我不信。哎呦，我操！哦，操！哎呦，哎呦！不是，我们对身份，你来干哎呦，嘛？哎呦！哦，宋四，爆炸！我爆炸！我爆炸！我爆我炸！对，好，我开队，我没刀。哎，你们什么身份啊？哎，来，我来给你们验，我给你们我验，有点给你痒。们验，我给你们验。boss 是不来吃吗？你爆炸，你走啊！放了几个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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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了几个屁哦，我啊！好放了像好多传屁。了一个炸弹，你们身上，快去传出去！宋慈，哎呀，宋慈死就在今他们没天 CD 了，他们没你看我扫什么了？你看这线是不是带到？就在我就今这天，样扑救你了。没有，就在今天，大强他树枝真的，了，我三跟狼会聚头小鹿，时候玩我跟你们了，说，就在固定等了一一个胶囊下，我包，重新换一下节点，我重新退真游的，戏，换一下节就点。在这儿，好的，就在这儿固定一个胶哎，囊我包。们玩了多久了？我们玩了我多久？才玩半个小时，要不然玩了多少把？刀的太快，我靠，这把都没开，三狼，快我跟你讲，死了三狼只要找个小角落，我跟你讲。这个图太大了，这个图犄角旮旯有点多。我们没有刘加大拿强，大，主要是刘大强。哎，你说如果要是我把秃鹫打成勾，然后再把那个鸽子打上勾，然后再把猎鹰打上勾，我刚喊了一声，我他就随机的这里过去，出去准备刀一个，我操，三个狼冲出来，我直接倒了，我直接炫了，别的都随不到，因为那两个是打勾的。我小孩还没出我把来鸽呢，子也少儿编程从狼窝去了。那我就不打勾，那就给我试一下呗。可以勾的试一会下，试一下，试一下。打勾的会随机，可以。打勾的会随机，对，鸽子打打勾的会勾随的机。有时候会，就一定会可能随到会鸽子。随不到猎鹰哦，那可能会对，随可不到能会猎随不到猎鹰。鹰，但是起码有两个稳中立嘛，对不对？对，稳中啊，立，对对的。稳中立。不，他有时候有时候他会就一个中立哦。
对，不可能。等一下，不是我这三个刚才仙姐是不是说她漏码了？没有没有，第一关上了。换了房了吗？对，没、哦、他快来了，进来了，已经进来了，没事没事，来了，试一下试一下试一下，好的 ，OK 了 ，OK OK， 对对，不要刀 ，OK， 还得是固定一个加拿大，没有加拿大这刀太快了，太阴什么身份？太阴，我只给你十秒钟的时间，我再等西地。OK， 我可关你的鸟，可关。我们俩的身份有异曲同工之妙。好，这把还是铁好。风云，怎么能是我的呀，十四？窃听风云，看看。走，开路！开路！哎呀！我也接个，开路！走，有人死了。十八队秀才，别去，十八队秀才有问题。什么？十八这秀才有问题。太医，不是，宝哥，我是保镖。然后猪猪过来跟我说，我是你的保镖，然后把我杀了。猴干，你知道吗？我看见仙姐，我直接说对不起，他反手给我一刀，太吓人了。结束了，这家伙又结束了，要结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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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疯了，结束了。没办法，修队，我是挡了也没用的，我这太狠了，仙姐，我都给你道歉了，我都道歉了。哇，我接受不了啊！我跟加拿大全程边跑边唱歌，可能得把链子关了，我都问你了，第一可能得关链子，我都说我两个对过了，链子，我把链子可以关，链子可以关，链子没什么用，关一手链子，链子关了，太快了 ，OK， 我把链子关了。我跟加拿大你吃了几个呀？我吃了仨，秋台哥，你是我的目标号，但是我没遇到你，我遇到你，我先当我的。而且我都跟十八说完了，我说你跟我说你是我的保镖，对，不是我冲进去，我看到猪他们在角落，你知道吗？后面跟那个西恩，我就上边去了。不是这个图啊，太大了，加个固定模板，那就完了。加个什么？秋哥，你怎么模板啊？加个模板，不然他妈的这上来噼噼啪啪就没了。那现在有，那现在有固定加拿大，有固定模仿额，是吧？对，对，不然了。看我发挥。哎，孙悟空。你什么人往这边走？我吃个药，你等会儿。吃药栏，给你个响屁吃。我喝个药，等一会儿。那我守你一会儿。我铁好，你信我吗？你竟然不怕我，什么身份？不能离你太近，离你太近会死。朱大强，弹性还可以，说实话。那肯定铁好，你刀我，你刀我。谢谢赛拉菲的荣光的钻石粉丝，谢谢。王姐啊，你这个有点离谱了啊！啊，没了吗？啊，这个我要听他说，我要听他说。我复活和朱叔还有太医在一起吧？我们不动刀嘛？我们在那个厨房那个角角那边。不，没了。我是警长啊，杰哥。那个我这边刀了两个人，他肯定是坏坏走掉的，好吧？那个当时我给你报，我直接给你报身份，因为我不确定你一定是个好人。但是你在我旁边，其实你没有刀我，那我可以认你为好，对吧？我是好人带刀啊，我不怕，我现在已经搞了两个坏人了，就算被刺客狙掉我也认，好吧？我这边过。我出生在书房，然后行啊，既然这一枪已经开了，我一寻思朱大强就加拿大啊，剩下一枪我来顶。王爷，你是警长，我是什么？王爷必不可能是警长，十八，听到没有？全票打飞这个王爷啊！这个王爷不是警长，他是坏人啊，他是狼。我不发言，我干什么？好吗？
那怎么办？旁边没狼啊，跑警了。我这吃了个药，很难受。好，这里是秀才发言。我跟宋十四开局的时候复活在一起，然后还有个谁来的？然后我们就一直，哎，我是跟谁一起来的？哦，忘记了。反正我最后是往下走的时候，在走廊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是一直，我也不知道狼是谁呀、啊，我投谁呀、啊？王没事，这好人多，一二三四五个，谢谢。不是吧？这也行？的钻石粉丝，谢谢。全票打飞王爷，过。孙悟空说他在书房，然后被拘了。嗯，那跟王爷到了两个人有什么关系呢？我这把听下来，其实我没听出来说谁能为王爷作证啊，也就好像王爷这边的人是谁呀、啊？他刀了两个，我是从那个走廊，就是配电室那边，然后往那个东翼那边走的。我这过程中其实是没有看到人的。那猴哥的死到底是咋死的呢？我有点懵了。那这把秀才哥踩王爷这一脚，踩的理由我觉得不充分呢，有点就是好像不搭嘎的硬踩。但是王爷又说他杀两个人，又说这个话。嗯，我听一下猪猪公主的发言吧，然后看看能不能为王爷做个证吧。过。OK OK， 我发言，我十八岁太医，我们三个人这把互保，就是我们一直在那饭堂。谢谢哥哥，小飞棍来喽。的钻石粉丝。那么茄哥报的警，他说的是王爷刀了些，对吧？所以说我们先出王爷，因为太医是警长啊。然后呢，剩下的坏人在哪里呢？秀才、宋十四、朱大强，先出王爷过。嗯十四发言，那个我是保镖，我是秀才哥保镖，所以猴哥我感觉猴哥可能狙王爷狙警长狙错了，所以王爷应该是那个猎鹰，刮刮猴哥应该是刺客啊，好吧，所以外置位还开了一个，我先投票，外置位还开了一个，就是大强刀的那个耗子，秀才哥发言相当中立，好吧，他可能是哥几之类的，你过了，好，我为了让你们听到他们的发言，我都没打广告。能不能扫一下我们屏幕之中二维码，下载一下新建奇缘这款手游？能是不能？三秒钟之内就能下载好，非常的方便。然后游戏的左边啊有红包图标，点击红包图标啊。每天主播都会在这里发现金红包，只要你进游戏啊，有一个账号，你就可以领取现金红包。下边还有限时登录红包啊，冲击红包与登录红包，大家可以看一下具体的活动规则。游戏的左上角女仆咖啡，点击一下 AI 智能助理，帮助你挑战变身、反击变身、多银 BOSS、妖王 BOSS、BOSS 加蛮荒 BOSS、星辰秘境，体力不足用元宝自动帮你补充满。如果你想体验更好，想领奖励更快，那么可以开通一首 AI 智能助理在左上角。游戏的右上角点击福利按钮，往最右边翻，直接进入以后输入激活码 GM888， 还能领取新玩家福利，非常的尊贵有牌面啊，有666元宝进阶单，还有宝石各种各样的道具等你来领。游戏的左上角啊，有一个大比拼，可以看到每天可以提升一下自己的积分，然后呢，可以这个冲一下积分排行榜。积分排行榜越靠前呢，那么你获得的这个奖励也就越好。有坐骑宠物啊，还有武器、时装啊、光环，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游戏的最上面还有排行榜，从战力榜到装备榜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你的排行榜比较靠前，还可以获得丰厚的奖励，还有屈服排行榜过两天会开启，盛装排行榜也有啊。游戏的最下边啊，有一个这个任务系统，大家如果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那么可以点击任务系统看一下自己应该干什么。还有自动闯关，是因为我们开通了 AI 智能助理就可以自动闯关了啊。在屏幕的最上面啊，有一个 QQ 群7390-58940，加一下 QQ 群，大家有任何问题啊，有任何不懂的东西都可以加一下 QQ 群，里边有官方的人啊，专门为你答疑解惑，每天可以升升级挂挂机，没事打打怪啊，升升级挂挂机，然后呢可以领取现金红包，还有冲击和登录红包。
他们在说什么？远，但是我只有一刀啊，所以说我就没动了。然后十八队就报警了嘛，好了。你刚才说你是复仇，宋十四是你的保镖，你又说你只有一刀，我是没太听懂啊。秀才哥这波的这个发言，你才我能理解，可能上一把是因为我 CPU 烧了。我再说猴哥，其实上把我不敢说，我跟猴哥是在书房待着的，那猴哥直接就他没跟我报身份，我不知道猴哥身份，然后起步自说话直接就崩死了，那我肯定会懵。那这把是我跟茄哥太医我们在食堂待着，然后十八岁报警，那带刀的就只有你了，你这又就刚才又说你只有一刀又复仇惹的，这把肯定投你了，秀才过。OK OK哎，朱大强，你在听什么？那复仇者肯定就有一刀啊！我哥模仿，我心都凉了。发言急了，你在听什么？那难道我复仇者无限空格的吗？我就喝了口水就报警了。我旁边我一学生的朱大强，我出现在书房就没了。猴哥说我在书房复活。我亲眼看着他们到对影。不是，不是，他犹豫了，你知道吧？我是不可能给队友犹豫的机会的。他也怕呀，秀才哥，我上来我就报了，我是专业杀手呀。我再问你第二遍，你怎么不说呀？第二遍你在干什么？我说了，我以为你们说了鸽子。那不可能，那是不说，我都没说了。我跟你说，当年我就被一条小团团这个给骗了，就是这个专业杀手，受不了了。不是嗯，猴哥聊不聊？猴哥，猴哥怎么说？上一把我拒了你，我很伤心。我们聊不聊？猴哥，猴哥，我觉得他可能又要杀你了。确实不可能，我能杀猴哥吗？聊呗，聊聊都可以聊。OK， 没事，问题不大。猴哥，我系好带，你系好带，我系网红。对 ，OK，OK， 再见。OK。猴哥一个人，啊！别杀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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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了，哥，错了，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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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杀我！收口！别杀我！啊什么？啊！我的眼！逮到！逮到猪猪王爷太医，应该是两狼一秃鹫啊！那王爷站在那里，猪猪敢进来开刀，王爷必不是个好东西。要不就是他们想进来开双刀，那太医没刀到，反正先全面打飞猪猪啊！太医有可能是那个秃鹫，先全面打飞猪猪，猪猪王爷太医啊，全面打飞猪猪，逮到了，我钻在里面了，过。OK， 十四发言。那还有点信息啊，我开局和猴哥对完身份，然后我往走廊下面走，那个太医猪猪公主最后好像还跟那个茄哥三人哐哐追我呀，那为什么如果太医是狼，茄哥为什么没倒呢？好吧，就这么信，有没有可能茄哥是秃鹫，太医反正就猪猪茄哥太医他们当时在那个工作室旁边的走廊哐哐追我，然后太医我拉进来，太医没死，茄哥也没死，猪猪也还活着，他们三人都还活着，那如果茄哥是好人，为什么没被太医喂给猪猪呢？啊，那我投王爷了，过来。听我说，打不到我身上啊！太医上来跟着猪猪公主走的，很有可能是一模仿一狼，知道了吧？但是呢，不，跳出来报警以后，那么呢，证明了王爷跟猪猪公主是双狼，太医是模仿被拘走的。为什么呢？因为一开始他们两个走的，然后西安跟浩子走了。秀才在我们后面，秀才后面，然后就一直走，我就说下面三郎，下面三郎，然后呢我就跟秀才在那个阳光房那里对视了一下，秀才就往回走了，往回走了没一会儿不就报警了，我的位置就在这个院子里的拐角，因为我怕被刀，我就躲到院子里面那个拐角去了，知道吧？
那么呢，先全票打飞这个猪猪公主，下一轮警长或者开放出这个王爷，明白了吧？我说的够详细了吧？不，那先出猪猪吧。我复活和王爷在一起的，好吧？后面我跑了，他一句话没说，我就跑了。我外置位单手牌哦，过。OK， 好，这发言，这十四也不是个好人啊。啊，中立级以下，好吧？报警卫说要归猪猪，你说要打王爷，你这不是铁分票吗？杂言语啊，对吧？邪哥反而说要归猪猪，对不对？报警人都说归猪猪，咱们就归猪猪，好吧？我不分票，过。我已经报仇，我把太医给去掉了啊！你们要出猪猪对吧？出猪猪嘛，我这边过啊。什么意思？我请吸烟归票，我耗着吸烟，我们杀铁好人，铁好人，我只能说，确实啊，宋十四也不太对劲儿。但我已经把我的身份报告给宋十四了，一会儿我死了，那就是他。吸烟归票，过。西安发言，全票打飞猪猪公主。这个时候，王爷你还在这里，还有孙悟空，你当时如果我是狼，我只是吓一吓你，你胆子不要那么小，毕竟都是悍匪人设，对是不对？怕个屁！我要是有刀，你早死了，根本就不可能让你喊出那声姐。打飞猪猪公主，过。啊、不分票啊，出猪猪过。什么鬼啊？到底谁是魔方？出我吧，我正义使者王爷领刀。王爷，原来你们狼都不知道谁是模仿啊？那太医是刺客喽？狼都不知道，我们就更不知道了。我笑死了，我在马桶里。他们当着我的马桶的面刀人。Hello， 我不管你，让开让开，王爷在哪儿？王爷在哪儿？王爷，哎，王爷呢？他肯定不敢来啊！他不来，他不来。我告诉你，跟着我，啊、不要给我在这里会被灯砸死。30秒，我没，30秒我没回来，你们记得拉铃啊！耗子跟着我，都走都走都走，一起走一起。我跟耗子进去。OK， 你们去，我要守着，我要守着。王爷在里面，王爷在里面。哎，太医是刺客吧？杀完了！我去，王爷，你什么？王爷，你哎什么哎呀？王爷，没刀出来呀、啊！我没刀出来呀、啊！哎呀！我也看。那茄哥是秃鹫，我就说茄哥你奇奇怪怪的。他哥，你哥子这么正义干嘛呀？我不服。你怎么也得你哥急的，给自己留条后路啊！你哥子说点三，就点一个得了呗。点王，点王，点王，想到不对，我是哥子呀。太正义了。看我表演。啥意思？你为什么只相信我？咱俩出生，你不怕我是坏人？因为咱俩一起出生的。我不管，我不管，直接。不不不，信不了，信不了。朱大强，我跟我进朱大强。我都在，我都在。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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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哦，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啊，你们先聊，你们先聊。谁是肉汁儿啊？啊？杀悟空，杀悟空。罗点三郎，十八岁，猪猪公主，猪大强，我是模仿，我就在旁边看他们在杀戮。猪大强来了一句：“杀悟空。那”那你可杀不了了，我只能给你一首 BGM。一打三，孙悟空，先全票打飞猪大强。不对不对不对，猴哥出来虽然我点了三瓶，但是我还是想听听后置位怎么办啊。我先过打。过大强姐，
点为精英啦。猪猪大强，他都点出三蓝了，还进什么音啊？他三蓝都不得。你们好人有什么关系？他三蓝都不说话了。我说句话。我身上有着一手炸弹，谁给的？跟你们好人有什么关系？死就死。快点拉铃啊！我们明天十点啊，十点钟。好。这破孩儿，你没有，我没有刀，你没有刀啊？对，我没有刀，我一看他俩都动手了，我就知道是你。啊呀！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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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猪猪打死了！啊！没事没事，我待会儿，我待会儿我们刷一波钱。啊！哎呀呀！谁开的门？我。待会儿等这个扑灭大火扑完，我给你整波吊灯，朱大强。OK， 你给他整波吊灯，谁在吊灯在待？懂。我靠！我去做那个，哎，我看一下上面是不是还有任务？嗯。哦，不是，上面不是任务。这波怎么毁在没刀上了？我跟你说，最邪门的就是歇了，你知道吗？哎，这里有个他他娘的一个警长一直追着我，然后追着我把我刀了，他说他我吓着他了。好你个十八 Z 呀、啊！卡在门口的人司马全票打飞你个十八 Z， 啊！猪猪公主，这也没赢。最后四秒钟，最后一秒钟的时候，我传出去了，给了猪猪公主。猪猪葛大追王爷，十八 Z， 全票打飞十八 Z。等一下，如果宋时是，啊，我信你是个好人，好吧？全票打飞十八 Z， 过。全票打十八 Z 啊！胡哥一打三，牛的，直接打飞十八 Z， 我先挂票了，过了。出十八 Z 啊？那套子我开局不给你报了身份吗？对吧？应该出十八 Z 结束了。我操，完美的炸弹，我都不知道谁给的我。好吧，我过了。都出十八 Z， 那我弃票了，听天由命了，对是不对？对是不对？那我只有弃票了，对是不对？耗子，下个就到你了。好你个十四骗我有什么关系？你怎么没死啊，耗子？你怎么活着的？好你个十四骗我！你怎么？朱大成，朱大成，我们待会看能不能把猎鹰给砸死。哎呀，那上面好像还有一个能，他肯定有事儿啊！爸，子爸。你帮我扛一刀，你帮我扛一刀。现在只能你打我，你打我，你就不是人。你打关一手灯。哎，狼人把十四刀了，拍个景。你找他呀？啊！完美错过。嗯、啊，这下完美错过，怎么还钻马桶？怎么？不是，死前洗个澡，喜欢我的快乐老家。原来马桶都能钻啊！对，可以钻。给他砸死得了，真的，反正这把应该是没了，要不然给他。十八姐，你怎么当了个好人呀？对呀，赢了。哎，可以。我把猪猪给砸了。图太大了，图太大了。对对对。猪猪想耗子，我是好人啊，耗子。你好不了一点。哎，坐完马桶，这没把你炸死，耗子，这没把你炸死。不能、啊！最后一秒，我给了猪猪。这个马桶还能冲水，把你冲到湖里。对，冲到这河里面。不是吧？你的马桶、会死吗？是的，但是要做前置任务。不会，不会死。他只会。待会儿玩一下，但你那是工程。我早。